繁华的大都市，繁忙的人群，拥挤的空间，束缚在层层玻璃帷幕间的人们更渴望自由舒适的环境。无需与外企直接换热，水源日本 VRE 主机可利用建筑内部的空间摆放，小巧的机身更可在楼层内上下叠放，节省占地面积。主机中融入了各项先进科技，直流变频器运用 sensorless 控制技术，形成平滑的正弦波，令电机运转更精确高效。高低压腔涡旋式压缩机使冷媒直接进入压缩腔压缩，并采用强力铝磁铁的磁阻式直流电机转子，共同实现了压缩机的工作效率最大化。水源热泵 VRV 通过冷却水管将冷热源的能量输送至各主机，并通过自由零变的冷媒系统连接主机与室内机。除了常规能源外，系统亦可采用多种绿色的可再生能源。集各种优势于一身的水源热泵 VRV 应用于各类商用空间。大楼运营数年后，往往会产生各类空调的疑难杂症。水源热泵 VRV 可直接利用原中央空调系统的冷却水管及冷热源，其主机也可轻松设置于原空调机房。改造过程中，其他楼层空调仍可正常运作，不仅解决了效果不良、故障频发等问题，空调改造所释放的空间也能为大楼创造更多的商业价值。水源热泵 VRV 多样化的室内机形式可满足各种使用所需，营造用户所期望的适宜温度。科学设计的室内机为不同房型及用途的空间提供人性化的气流，以及更安静舒适的办公休闲空间。在许多大型楼宇中，冬季靠窗的区域一般较冷，内部的发热量较大，机房中的空调需常年制冷。水源热泵 VRV 通过主机系统的划分，满足不同区域对空调制冷制热的差异性需求，更凭借主机侧的热量回收达到更节能的效果。客人入住时，前台可为其提前开启空调，进入房间后
客人也可根据喜好自行调节空调温度与风量。还可根据个人体感将空调模式切换为与其他房间不同的制冷模式。关注用户的个性化需求，水源热泵 VRV 利用 BS 装置实现每台室内机自由的制冷制热。办公大楼下班后仅开启需要加班区域的空调，舒适而节能。高度灵活的水源热泵 VRV 主机为空调安装所带来的便利，真正解放了大型玻璃帷幕建筑的空间与视野，更为用户带来不受限制的冷暖体验。不仅仅精益求精地完善空气品质，大金也不断颠覆着空间与空气调节的既有关联。站在城市顶端，我们看得更远，做得更好。